张照片是2006年，到现在已经是15年了。我走了湖南省的80多个县，800多个古村落，好多好多人，他都没去过山寨里面。每到一个村里面，我会跟村长说，把80岁以上的老人组织起来，我给他们开个活教。我这些年大概洗了有3000多张照片，大概花了1-2万块钱给他们寄过去。我去过这个村落里面，好多家里面都挂着我拍的一些照片了。这个古村越来越小，老人呢也渐渐的远去，正好有这个机会给大家拍拍照。就是人这一辈子，这个要回报一下社会，就是做一件善事。